这奔信的想啥呢？他哪一个？我给他找了一个 AD， 然后他俩一下就搭上了。哪个？是不是上次追我那个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上次让你微信那个，他俩奔信的。那个玩洛的是吧？嗯，玩洛，玩卡玛的那个。给我介绍一个呀。 那是事。以后我他妈都转 AD 了，不玩中了。那都不是事。嗯，能走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 我能来。他没闪。OK， 我能勾引他。不用勾引了。我的头。卡特能越吧？我找个机会一接 W， 你有还有顶蓝吗？没顶蓝。没有，算了，没顶蓝。下路小心啊，小心蓝枪。但是这卡特好像不想走啊。 怎么说啊？他对我有想法。有啥想法？兄弟，坐下。有啥想法？告诉我。太想回家了，可能是。你说那个辅助他是哪里人来的？后悔吧，大概是后悔吧。我想一下。内蒙。 内蒙的，没有，他后来跟我打，我那时候没。没事，我跟辅助换不亏的。上去吧，好的上去。再整两把，睡觉了。明天可能还得去上班。 你去哪上班？公司。我看你白天上班。啊。几点钟啊？哼，不确定。可能不上，可能上。你上。是不是当男优啊？嗯，差不多。上班直播啊。最近那个，我忘打情报了。 跟你们聊天聊的，对啊，男一号，我真的，来，我来了，他打不过我，不用了，别动，我再不出手要死了。 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你们一个小偷发过照片没有？谁？我说这个分你妹妹。没发过。发个照片。发个照片，看看。对，发个照片，看看。 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啥？等一会儿加个微信啊。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要求？废了，人家这么婉拒你了，还不懂吗？什么意思吗？
敌方已击败亚龙。哎呀！第一次主动提出来加妹妹的微信。哎，你是真不要脸！我发现你是真不要脸。真的吗？以前的身份没有要你微信啊？真的呀。 那开玩笑，以前我在榜上的时候，他妈的要我微信的人太多了。你干呀？扯啥呢？扯蛋呢？老子在榜五六个才进。那个，从来没有的。那个叫什么？从来没有妹妹加我，从来都是上来，哎，打多少分？你看我给妹妹挡子弹。哇，好痛！防御塔即将脱落。 怎么又坏了呀？好近！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那以前那个什么，好友申请50，那是游戏系统的底线，而不是妹妹加我的。你的ID是不是在？ 真的，以前我在榜的时候，天天有10个妹妹。真不吹，柠檬这个游戏它真没有妹妹加你。王者就有，我正儿八经之行，我国服露娜在榜的时候啊，一天加我200多个，真的我不吹牛，一天加我200多个妹妹，弯腰的。我就跟你说，那个啥，我微信上可能有300多个妹妹。那不你主动加的吗？哪是我主动加的？ 然后上个赛季就是每天都有妹妹过，在我在他打游戏，然后现在我现在喊妹妹打游戏没人鸟我操。哎哎。你要是王者打个过亿，那真的一天加你几百个、1000个都有。我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啊？谁啊？小峰啊？那个单子号？那你那个抖音小峰的那个号，不是你自己的号？不是，我这赛季没打过。啊？那他哦，对。 那是抖音小跳天。我们来聊聊妹妹吧，妹妹你多高？1米66。够了。1米66够了，很高了。加个微信吧。第一次这么主动。我来，其实我是打野的小妹。来拿正义。完了，我打野挺猛的。啊，完了！哎呀，龙王呀！不行。 我要跟小芬 solo， 打一把，我要跟你solo一把，下一把我打把野。别整，我在打分呢，再整两把我睡觉了。明天我万一有事，我得早起，10点钟我得起，不是10点钟，10点钟。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啊，我。你以前不熟睡吗？ 以前是不睡，以前不睡无所谓。以前是个人，现在得去公司不一样。我方已击败侠女先锋。我要去公司。对，每天开车都得开1个小时，来回2个多小时，堵车的话得3个小时，来回的路上。可以去公司直接来拿东西。 那单子都没时间打。其实我也是玩打野的。我真是玩打野的，我端游是玩打野的。龙王，你这样吧，你拜个师吧，龙王，我教你打野。我在端游玩人马的。我看你像个牛马。
抖音有没有上到过那个穿？我看这不看？我操！他还敢宽我？我想都不敢想，他敢宽我！我操！干嘛？主播怎么人头全给不完捡了？真会抢人头！这牛马就会紧紧头。我靠！我这个开的，你开玩笑？就会紧紧头，小牛马。Victory。